減肥是愛靚人士一世的任務，不過有時瘦過頭都不一定好的，好像楊冪一向都出了名瘦的了，但是現在就瘦到嚇親人了。近日他在一個抗疫影片裡面拍片打氣祝福，穿着綠色衛衣素顏打扮的楊冪看落就相當沒有精神，而且塊面還凹到起曬角添。雖然條片解釋到底還有少少落了 filter 的嫌疑，但都不減他的驚嚇程度，一眾網民都認他不出啊。其實上個月他先有公布過體重，當時都還有 45.2 公斤的，不過身高有 167cm 的楊冪，幾年前在真人 show 上面公開量體重的時候是有48公斤的，即是這麼瘦的他現在還要瘦多了3公斤，不少 fans 見到都忍不住叫他吃回多些東西啊。不知道大家留在家裡抗疫又是肥了還瘦了呢？